这里就是关键，这个要抬到抬起来，抬到顶，然后前面这个气杆这里拍，拍从这下面拍上去，然后这个气杆顶到，这里要顶到头，然后这个摇水杆，可以，这里顶好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扭紧。这个螺帽，这边螺帽戴上去。这个上去。它细节就是前面上那个气杆那个顶头必须要顶到位。